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三之一元方程式的习题第五题。题目跟我说，现在有一个二元二次方程式是3x 平方加 3y 平方减 6x 加 12y 减 k 等于0。然后这个方程式的图形是一个圆的情况下，而且这个圆的半径是2。请问实数 k 的值会等于多少？首先来说，我们先将这个方程式写下来，是 3x 平方加 3y 平方减 6x 加 12y 减 k 等于0。那我们习惯是不是 x 平方项跟 y 平方项的系数是 1？ 我们习惯上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将等号的左右两边共同除以3。除以3之后，等号的左边是不是就变 x 平方加 y 的平方减掉什么 2x 加 4y 减三分之 k， 那等于0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把有 x 的放刮弧，然后有 y 的也放另外一个刮弧。那有 x 的是不是 x 平方减 2x， 然后有 y 的放一边，所以 y 平加 4y， 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的话，这边的话我们会很常用到什么a 加 b 刮弧的平方，就是 a 平再加上 2ab 再加上 b 平。那我们也很常用到 a 减 b 刮弧的平方，什么 a 平减掉 2ab 再加上 b 平。那这边已经有 s 平方减掉 2s， 我要再加上某一个，对，再加上什么 b 的平方，那这边 b 其实就是 1， 再加上1的平方，所以这边写1。那我们刚才说 a 加 b 刮弧的平方， a 平再加上 2ab 再加上 b 平，A 会等于 Y， 对，所以 2AB 会等于 4Y， 所以 B 一定要等于 2， 所以 B 的平方就是 4， 所以这边写加 4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上面一个式子，等号的左边是不是减掉什么三分之 K， 对不对？我目前有加1加 4， 可是我要什么是减掉三分之 K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不是多了 5， 所以我后面减掉5，那这样是不是1加4减5会0，对，然后再减掉一个三分之 k， 是不是跟上面的式子一样？那等号的右边一样维持等于0。 x 平方减 2x 加 1， 它就变完全平方式，就是 x 减掉1刮弧的平方。 y 平加 4y 加 4 变成一个完全平方式，就 y 加2刮弧的平方。然后把剩下的全部都移到等号的右边，负5移过去就变5，减掉三分之 k 移过去就变什么加三分之 k， 所以等号的右边这时候变5再加上三分之 k。 好，题目跟我说什么，这个圆的半径是2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借由等号的左边 s 减1刮5的平方再加上 y 加2刮5的平方等于5再加上三分之 k 的，等号的左边我是不是可以看成什么 s 减1刮5的平方再加上 y 减掉刮弧的负2，然后外面再一个中括号的平方，会等于什么5再加上三分之 k。 题目跟我说它的半径2，所以等号的右边我是放半径的平方，所以等于2的平方。这样的话红色的话会相等，所以我可以找5再加上三分之k 会等于什么2的平方是4。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知道三分之 k 要等于负1，当三分之 k 等于负1的时候， k 是不是就等于负3？那我就回答这一题，实数 k 的值就是会等于负3。